我叫他翻下来。easy。 这个操作，坑里面打了一下，打了一下。我在他妈前面啊，我雨在他妈筷，我他妈雨在筷子里面呢。哎，什么就砸着？你快死！你快死！你快死啊！快死啊！怎么不死啊？ 好了，倒了。那是一人。舒服了，舒服了。走吧，文哥。那个小小的独木房去了。我门口有一个。哎，我他妈想打天枪，我操！他他妈先干我天枪了。有个杂子厉害，杂子。 啊！我操！我操！这为什么我死了？我一枪。我还有个超级空投，他们。还有一个，我给你打伞。打两枪，没砸子，打两枪，好了。哎。 隔壁房间还有一个，我知道，救不了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不一般，他在过来偷了。这吴亦凡他妈可软一点了，这。